呢度系珠海拱北下湾，从呢个位置揸车去港珠澳大桥只需要10分钟车程，去拱北口岸、青茅口岸只需要6分钟车程。呢度旁边就系前山河，出则繁荣，入则宁静。小区楼下就有林鸡商铺，衣食住行一步到位，小区入住率非常之高。呢度嘅小区绿化环境都系非常之正噶。如果你最近喺度揾紧拱北口岸片区嘅笋盘咧，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套啦！上一年业主单盘410万，依家直降114万，即系296万就可以攞低佢啦。呢间屋目前系空置状态，随时可以约睇楼噶。而且呢一间屋系成个小区性价比最高嘅，129平方，南北对流，三个卧室都系朝南向嘅。呢一边无论自己居住还是出租，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噶。有兴趣了解嘅，快啲后台私信我攞资料啦。大湾区自放盘，请为 Amy 帮手，记得点赞关注啦！